友没带钱的话，下次给吧。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小朋友，给我拿瓶水。啊，叔叔给。啊，我手机支付。叔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手机。这什么时代了，手机支付都不行。要不你把水拿走吧，下次给，我每天都在这儿的。好吧，好吧。小糖糖，你再卖是不行的，他们都不会再来了。我相信他们会回来的，我把这些全卖完，我妈妈就不用在外面工作，就能回来陪我了。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好人啊。小糖糖，小糖糖，给我拿瓶水。好，给你，打我五块。我今天还没卖出去，没有零钱啊。你怎么回事啊，零钱都没有，那我下次给咯。好，我每天都在这儿呢。小糖糖，你心可真大呀，那么多水都卖完了，你一毛钱都没收到。我已经把水卖出去了，他们会回来给我钱的。这两瓶水多少钱啊？十块，叔叔。我都要了。啊，来，手机支付。叔叔，我没用手机。我同事口渴的不行了，怎么办呢？要不你下次来的时候再给我吧。哎呀，小朋友，你太好了，我下次一定来。没事儿，妈妈说谁都有困难的时候嘛。小糖糖，你水卖了多少钱啊？一毛钱都没有，但是他们下次来就给我了。哎，你看着嘛，他们下次不会再来了。他们肯定会来的。小糖糖，别等了，都下午了，他们不会来的。小朋友，我来把钱给你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谢谢你们啊！这世界上还真有好人啊。